年少轻狂啊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没有做一个体力的分配。看看我们吕教练，我起来了。早起是日常，早起绝对是，早起绝对是。九点已经算奢侈了，好不好？吃早餐。阿北说，你们只要一起来跟他说吃早餐，十分钟内会煮好海鲜面线，这角度不错。张克贤昨天很嗨，昨天跟波塞顿的教练们，还有阿北跟阿姨烤肉小组一下，他真的超嗨 ，hold 住全场，不愧是我的副村长。多久交给我？你玩白天玩晚上？我白天起来之后负责所有的工作，不然就一路到下午。今天什么事都不用排，公司听，公司听，你不要再够饿哎。鸡鸡，这样子切不入，切不入，现在怎样？大家都这么爱晒恩爱就对了。我一个人这样子，这样睡中间哦。等一下起来吃早餐，吃完之后我们就要去那个这样水上运动了，好不好？开心开心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早餐。科技终于起床了。起床的时候，阿北跟阿姨就煮好了早餐给我们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起来吗？就是听到这个早餐的。而且这个阿北跟阿姨做的早餐，看一下好不好？保姆的干贝酱、小管面线，应该叫做海鲜面线。它就有小管、虾子、鱼丸，太扯！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样子 ，XO 酱，然后一口，超级快受不了了，真快受不了。这个早餐就让大家自己来住的时候来吃，媲美外面的任何一间小馆面前。那就吃饭了，我们吃完之后就要去划水了。海君 ，David， 划水，吃饱饱，吃饱饱。早餐吃这种呢？我们出去玩，平均睡眠都是5小时以内。科技昨天最强，科技昨天晚上4点、4点半，跟小毛4点半，然后早上9点被我叫起来，还是起得来的啦。Go go go， 吃吃吃，开吃开吃，来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告别这个原情味的海岛度假屋，真的好舒服的地方。阿姨跟叔叔真超好，还出来送我。哇，那种感觉好棒哦！下次我们再来住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哇，欢迎欢迎！拜拜拜拜拜拜！我们现在是要结束了，是因为我们要去另外一些行程，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民宿。我们家是小毛自己处理的一个民宿，去那边住会离我们接下来行程比较近，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才会逼不得已的离开了这个很舒服的地方。真的好有家的感觉。对。OK， 海星果然是我们双鱼座的代表。双鱼座，巨蟹座。哦，月亮双鱼啊。刚刚他一早就先出门，他说我做很多事，我去把车加满油，去帮你们买了咖啡，还要帮你们准备下礼拜的七夕情人节礼物。所以他买了金沙，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吃一颗吧。海星真的是贴心哎。你是不是想要变成什么 Cooking 妈妈的一种封号？没办法，你就是我们的吕教练。应该就是说分工合作，在村子里面就是吕子就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。吉祥物的部分。来，七夕情人节。快乐，准备要划水哦。好，大家水下就交给你了。好吧。你还可以教我跳，可以啊。跳怎么弄？首先你要先学会能压水，压完水后你才可以去靠人，反正压水才能产生拉力去做那个动作。我先做180哦，先练水面180。对啊，因为其实都没有好好认真在练，都在玩，都在玩一下。对，但是还可以好好练习，先练习一下。很开心，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发生了。在发生的同时呢，我也人在我最喜欢的海上面，跟着我的好朋友一起。要跟大家分享的喜悦就是我的 IG 100万了，好开心啊！100万的经营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觉得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跟我玩，一起陪我努力工作，才会到100万。也还有你们可以支持我们，收看我们所有的节目，不管是演七号部落，还是最万代，还是星光鱼，还是不要四超玩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100万真的来之不易，希望我可以再继续的努力，前往下一个100万。我们就是一直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!。
变滑水高手了啦。小毛真的教得很好，小毛真的谢谢你，感动。我在跟小毛，他们的凯西都知道说，小毛通常是不会下水双滑教学啊。双休，双休，双休，休起来。我们在准备再玩一下，然后大概准备去露游一下，吃个饭。那我们继续练习吧。小姐。我滑完水了，这地方也太速洗了吧！速洗哦，波塞顿的二楼，各位你看，这就是波塞顿的海景第一排啊！为什么可以工作这么爽啊？我刚练了超多特技，我留下来不是说下完就没了。我们是11:30下，现在4点，刚刚有拍了一些影片，我就现在拿给柯奇。柯奇今天他负责的就是在一个冷气房里面很舒服的做他的工作。其实我们出去玩这就是分工合作。分工啊，有时候我拍，有时候因为你自己也能拍，你去拍的时候就把一些档案赶快处理一下。他就很尽责，刚刚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把照片都修好，影片就过好档。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分工合作，原因就是说这样子才能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很多照片可以发，可以借去宣传我们的演戏要。这也是好多了，等一下就把东西弄弄。想看到位的，我想看一下。等一下呢，就直接去露营。我目标想要去西屿。对，去西屿看夕阳，夕阳完之后带我们吃一间餐厅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那我们来看照片吧。哇塞，这我哎。这个珊瑚白化的地方。我记得昨天在拍的时候，柯奇说你潜下去的时候用一种难过的心情，因为其实真的很难过，我们真的蛮难过的。白化这么严重哦？像这张，这个就已经准备要开始白化。对，这个是已经白化的差不多，可能下一拜就整个都白掉了。对，虽然有人说冬天它可能就又长回来了。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想，因为这东西是它可能是一年四季在海里面都是非常漂亮的，你也不想要你夏天是丑丑的，冬天是漂亮的。没错。快，夕阳要没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夕阳无限好。准备拍照，凯西。我们今天看了小白来到了西屿，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，叫做内安。有没有看到？太美了吧，真的超级无敌美的。你这样好像外国人哦，很像在国外的感觉。哎呦，可以耶，洋驴。舶来品。哎，是舶来品哎。舶来驴。而且你的肤色好适合现在哦。对啊。凯西来一个合照，嘿嘿。你在拍照，可爱哦。想要赶快趁那个太阳落下的时候赶快来拍照。摄影师男友真的是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小毛也在练拍啊。各位男友想要让女朋友开心，好好学好摄影啊。像有时候柯七在拍摄的时候，他们忍不住就是称赞男朋友，会一直飞爱心出来。对，现在呢6:15，其实我觉得看夕阳真的是看不腻，都会有一些心情会想要抒发。每次到这种时间，我跟柯七都特别感性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吃饭，又是一间点厉害的，而且。就刚好在西屿这边，就不让你们后悔说开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个地方。这我好期待、喔、完全不后悔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吧。去吃饭喽 ！Go go go go！ 恭喜恭喜100万！这有什么好给惊喜的啊？有点感动哎、欸，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啊、喔？我的爱就100万啦！我的爱就100万啦！祝你生日说真的，唱生日快乐歌还蛮对的。今天是玩很大的6周年生日，有玩很大才有我。其实这个影片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。你看，我们记录着你玩很大的这个6周年生日，记录了这100万。过了可能几年后，我们又再回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又更不一样。可能是什么岩七号部落的又几周年？屌哎！真的谢谢大家啦，太感动了吧！我零零零零零零。100万，1、2、3，耶！今天呢，在小毛的民宿龙家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大家如果在市区上面有一个选择的话，可以选择这里，因为这里的地基非常的大，住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小毛跟他们的一些教练一起认真去经营，非常感动了。在每个岛屿都有一些很认真的朋友，一起在努力做一些事情。我觉得我们就用行动去支持他们。龙家民宿这里真的很舒服，除了楼下的一些很开放性的空间让人家休息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。如果你看到小钟在里面的话，请记得跟他讲说，可不可以煮东西给我吃。他们刚刚在比的就是我这个100万的这个粉丝 IG， 很感动。今天我在跟柯西在聊说，我能不能就是 FB 也超过100万，然后 IG 也超过100万。现在我们就在努力，我们演七号部落也可以超过100万。那时候我就是有点像是三金的感觉，当艺人也好，当 YouTuber 也好，很大里程碑。不管未来是多久啦，我跟柯西、跟肥肥还有大家村民们就一起共同去努力达成这个目标。麻烦再帮我分享出去。
去。注意听哦。切蛋糕的同时发现这个100万蛋糕的这个发起人竟然是我们的凯西吕教练。吕教练就是这么贴心，还记得第一天我们介绍那个 Butterfly 的咖啡小钟，小钟他下午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叫他舅舅帮我做这个蛋糕，但他其实已经关门了，听到我这个100万的时候，他舅舅说我开铁门帮他做。在澎湖这个地方很早就关门，那物资当然会比在我们台湾有点短缺一些些，但是并没有哎，他做出了一个这么屌的东西出来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我何德何能让这些人对我这么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就只能用努力做影片来回报大家，回馈大家。我要吃下我今天这个200万，好吃，满满的心意啊，满满的爱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好哭了。该起床喽啊！送你们一个小礼物。海边啊，我真的觉得是海自己来找我们，不是我们去找海。你的心一直跟着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不一定是你会去找他，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。他引导你，是不是？你要这样子拍才不会逆光呢？那你这样子拍会不会不是逆光呢？啊，这样子就没有海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海边，然后又看不太到的话，可以自己来住一下。我觉得龙家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没什么车子在旁边这样子呼啸而去的感觉。前面就是一个草原海边，因为前面的海是内海，不会有那个海浪，直接是平到不行，所以你要静静的去享受就好了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可以小酌一番的话，大概只要2分钟就可以走到海边的那个提防那边去，坐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幸福就这么简单了，各位。哇，离别的时候又到了，心里揪揪的，真的玩不够。澎湖真的是太美了，有点大，大到有点玩不完。科学讲的，要有一点点遗憾，下次才有更多动力来到。这次真的要谢谢小毛全程陪我们，然后赞助我们，没有让你赞助，我们等一下算好钱，然后一起去。我觉得去了才是可以持之以恒。谢谢小毛，谢谢波塞顿、凯西跟 Gary 也这样子行动派，立马就来，要准备回程去面对接下来的认真的工作。我觉得短暂休息是为了更多的动力了啊！加油！元气部落，拜拜！耶！好，拜拜，开心，拜拜。对，难过，拜了，拜了，要想我们哦。哦，还好，再见，拜拜。